第39题，乘三第38题，此物体在10秒内共折返几次？我们看到这5秒虽然有点弯折，但它基本上都是朝正方向运动，所以并没有折返。那么这个7秒之后呢，它开始往负方向运动，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折返，从正方向改成负方向，所以我们折返了一次。所以第39题问，此物体在10秒内共折返几次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1